对，去年哎，前年世界国泰冠，天哪，二零二四，十年前年，哇，没有啊，前年可能十年都卖不完的专辑。我们发行的首张专辑，对，同名歌曲，没错，对，说呢，这张专辑我们就是呕心沥血，因为我跟他从高中就是认识，然后一直到了大概七八年以前，2017、2018，差不多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写歌，然后成立了瘦瘦英雄，所以这是我们两个的精神粮食，就是音乐这一块，对，毕竟我们本业。对，本业都是一个很难，有点太忙，太占时间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主科工程师，然后我是演艺人员，所以我常常上山下海，然后他就是一个常常在永远在烧肝脏的人，对，所以可以看到你们，然后我们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演出给大家，都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小小的工商时间，今天我没有带专辑哦，耶、yeah. ！我跟你说，每一场就是限量的没几张哦，有时候还卖不完哦。但是呢，就如果今天你们觉得我们歌曲好听的话，我们专辑其实设计的非常的用心，然后在舞台的正前方，也就大家正后方，靠右的那个 Piotopia， 对，有一个漂亮妹妹在挥手，两个漂亮妹妹在挥手的地方，我们有卖专辑，然后大家可以去可以看，然后同时那也是我的手工皂品牌，对，我的上期的，对，工作时间，我平常时候就是做手工皂呢，所以可以在五肉市集这边，真的也很开心，也很有意义。然后五肉市集呢，其实就是我吃素的起点，所以每一次演出都非常非常的开心。然后我觉得更有趣的事情是，其实很多可能路过的或者是周末来这边走走的那个乡亲们，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纯素的市集。有没有谁是第一次来无肉市集的？有很多，对不对？你们是误入还是就想要看看无肉的威力有多强？他们是为了你来的。不可能吧！哇！哎呦，我的好好啦，来开专场了啦。好啦，对，那个反正那个艺文中心嘛，里面有舞台。好。对，刚刚有很可爱的那个来逛市集的朋友说，哎、欸，请问这个是那个推广素食的市集，这都是素没有肉，说对，这也都没有肉。然后他很惊讶，那个阿姨他就说，原来素食有这么多变化哦。真的就在无肉市集可以体现这件事情，然后把所有的不管你是吃素的初心者，还是说一直都想往这个方向前进却不知道怎么开始的朋友们，我觉得在这边都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力量，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用爱把大家串在一起。然后瘦瘦英雄呢，这一次的演出也接近尾声了，没错，对，真的太可惜了吧，这的最后一首歌曲了。